我是四号，那里我们拢读的全部是第一篇五十篇，五条文，饲料阿伯也是家己做的，嘴食影有偌大块，做法无论是甜的、香的，也是鲜的，气味不管是甜的、咸的、酸的、甜的。拢总有，有人信烧酒，有人信豆腐，有人爱钓鱼，有人爱行鱼。逐个人佮意的嘴食物仔拢无相同。啊，那我上佮意的，就是大体的乌豆干，特别是形状大块块，细细格格厚顿顿，表面。对乌索索迄款，我上喜欢。这款豆花外面虽然乌，粗搁大颗，不过千万唔通看了会误食，保证食一摆就掉嘴。若无食着，是来怨叹一世人。乌豆花无着甲嘴搁食甜，愈薄愈香。汤液是为鼻腔渗起来，了后转去头壳内，互我规身躯拢爽快起来，是予人无了解代志的，就是伊的脉搏佮伊的运球度，会使讲是好食甲喙齿拢会缀咧手肝。除了头前所讲的香、香，互我的口味。食着的蒜水以外，就是伊的新鲜过程，拢有新分子，会使看甲美味冰，水质好，用料实在，无掺人工色素甲防腐剂，糖、盐、盐控制，掺了拄拄好，袂超工，对身体绝对无危害。安怎乌豆干的是我上喜欢的嘴食物仔呢？其实其中阁有一段非常有意义，嘛真值得纪念的爱情故事。我的拢好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